轰动全城的林氏家族游艇凶杀案今天正式开庭。喂，许教授，你女儿在我手上。各位陪审员，你们会与外界完全隔离，一定要得到五票或以上才可以达成判决。你手上那张是另外两个陪审员的背景和弱点。90分钟，我要你用催眠操控陪审团，让林子莹被判谋杀罪名成立。我按照你们的吩咐去做，但至少我每半个小时我就要跟我女儿通话一次。徐丽莎，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还剩十几分钟，你还差一票。走啊！你敢伤害我女儿，我就要你下半辈子在黑暗里活着。